孟子第73代孙女登场，我是第73代的孙女，好像真的穿越来的。对啊，好适合演古装哦，因为我很喜欢狗狗，但是就跑到我们面前。没想到孟子的孙女一开口，竟然惊艳全场，真的唱得很好，无懈可击，很厉害，这个厉害了。孟子后代能够击败卫冕者吗？